首先我觉得排球是一个集体项目，我们都要有一个团队精神。如果没有相互之间的这种协作，没有集体利益至上，我觉得这个球就很难打到一起。所以我希望我的队员包括我的整个技战术的一个打法要适合我们自己本队的一些队员他们的特色，所以要把他们拢起来，就一定要有这个团队。我们可能某一个人不如世界上最顶级的选手，但是我希望能够我们六个人十二个人我们一个队同时去打一个球的话，这样我们集体的力量才会更强大。